我要吃红烧肉，没有；糖醋鱼，没有；臭豆腐，没有；大米饭，也没有。怎么什么都没有呀？王后阿姨，我要吃红烧肉、糖醋鱼、臭豆腐和大米饭，没问题，给你。太好了，王后，谢谢你。这不是有饭吗？面对绕口令才能打饭，如果闯关成功，就能像美人鱼一样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我们要参加第一关，简单模式，请念出黑板上的绕口令。我先来，这几天天天天气不好。回答正确。下一个，今天下雨，我骑车差点摔倒了，好在我一把把把把住了。用粉碎机粉碎粉碎机，粉碎机会被粉碎机粉碎吗？下一题，这个好难呀，我不会。别担心，这个我会。校长说校服上除了校徽，别的，让你们别的，别的，你非别的。现在是绕口令第二关，普通模式，根据提示说出绕口令第一个。河，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哥哥说宽宽的河，弟弟说白白的鹅，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鹅过河还是河渡鹅。第二个，哥哥，多多和哥哥坐下分果果，哥哥让多多，多多让哥哥，都说要小个，外婆乐呵呵。第三个，说出带有人名的绕口令。楠楠有个兰兰，兰兰装着盘盘，盘盘放着碗碗，碗碗扣着饭饭，楠楠翻了兰兰，兰兰扣了盘盘，盘盘打了碗碗，碗碗撒了饭饭。哇，小野你真厉害，哈哈，这也没什么嘛。最后一个，说出带有天体的绕口令。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给月亮提竹篓，竹篓里面装豆豆，送给月亮上的小猴猴。说的都很好，下面进入第三关，最后一关，困难模式，根据前几句说出后面的内容。花青蛙叫呱呱，西瓜地里看西瓜，西瓜夸青蛙背花花，青蛙夸西瓜长得大。粉红墙上画凤凰，凤凰画在粉红墙，红凤凰粉凤凰，红粉凤凰花凤凰，人要是行。这是什么绕口令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好像也没听过。我好像听过，可是现在忘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安娜，你再仔细想想，肯定能想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么简单都不会，还是我来吧。美人鱼，别说，人要是行，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行，要是不行，干一行一行不行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。哈哈，我答完了。很遗憾，你们闯关失败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是因为美人鱼直接说出来才会失败的，我们要求重新闯关。好吧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太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